今天收到包裹了，这个我就趁特价的时候帮我爸买了一只新手机，那个手机已经是有点糟糕了，太香。等一下，好久没买新手机了，爽！但是这次我已经好久没换手机了，但是这次换手机要给我爸换，这只。之后再来开箱，就给我爸惊喜完之后再来开箱，看他到底怎样。他主要是这次算是目前已经是 CP 值很高的天玑8100的这个，它的效能整体来说都很好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我会再来拍一下他，给他这个惊喜，因为还有包括我姐要下来带小孩啊来看他，小孙孙要来看他的惊喜，就到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再一起。打个惊喜，然后再记录一下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嘿嘿嘿嘿嘿嘿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然后要换手机了哦。这只青菜也比3年前买的 Note 还要 Note 10 Plus 还要好很多。现在手机真是越做越好，真的就是，其实这个我自己很想买一台，可是就是要先给父母啦，对不对？自己的手机还可以用啊，这一只手机还可以用，还很好用，就先换给他。他的手机都没办法打电话，那电话都很小声，听筒很小声，有时候又没有那个没有讲话没有声音等等的，反正总之就是他那只已经效能真的是除了看影片勉强，其他的都不行了，就换手机吧啊，就先这样咯，我们等一下见，拜拜。你要告知他的生日，他说。我知道他的生日。我知道，今年我比较但是要通过打电话，手手，你要问他说你手手被伸出来了。本年你什么？你请第一次蛋糕，吃蛋糕是什么时候？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你要套出来，他不能直接问。你要套出来，但是他有可能没有接。但是不能直接讲生日就对了。对，不能讲生日。那接下来，切还没啊？好，这应该你破音吧？破音。嘿，郑群啊，你现在在工作吗？哦，现在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每一年当中都什么时候吃蛋糕啊？你吃蛋糕都是几月几日吃蛋糕啊？是你专属的哦。11月几号？20几啊？哦，准确是11月20几啊？准确的，确定准确的。26。哎，我是9月26，你是11月26。我什么是26？我是26。我们都哎，那、啊、你那个你的妈妈也是22哎，我们都在20几哎。嘿嘿，阿胜也是26哎。对呀、啊。谢谢你呢，那我又有奖品了。我再回问题得奖品。这样。好，拜拜。11月26。答对了。好，继续。下一题，剩两题。无敌王。小外孙最喜欢什么动物？狗。对。狗。你看怎么全部全开掉嘛。最后一题，快点，最后一题了。几颗牙？8颗牙。对，只有8颗吗？那么快？目前它稳定了，应该是8颗。好，两败功，一路阿爸，老爸获胜。我们去拿出他的神秘大礼。我有敲鬼，我不要五题。有啊，我敲鬼。来，录一下。有几题？你好像没一幕啊。一幕啊，他自己会关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十一题得8，就把别人8题。啊，因为妈妈大部分都知道比较多啊。啊，你妈妈得几题啊？我知道，你全部都知道。还是有一些有点，我8题。这样多了，这样已经知道了。哦，给弟弟摄影，他哭哭的样子，你看他哭哭的样子，你看这只，宝贝琪琪，还有最后一题啊、哦，你猜猜神秘大礼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提示跨价格，他们。价格在10000块哦，不会吧？大礼，手表啊，不是你最需要的，不能提示，这个不可以提示，是吗？说了，对，手表，你来说，对，好吧。来，快点，你这个放了很久啊，对，它好像会跑哎。好，揭秘，不用猜了，直接揭秘吧。好，来，猜猜你的大礼，不很重哎。手机吧，我看你要打吗？你妈妈知道吗？啊，她知道啊，她知道，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。对啊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给你准备了神秘大礼。
吗？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啊？手机哦，手机怎么这么重啊？手机一只神秘大礼，手机一只最新的手机。哇，买这么贵的、啊？五 G 哎，五 G 手机。我们家里第一个有5G 手机，好，那我们的活动就到此。老爸有一个大礼，好，结束了。这是老爸的旧手机，一样的歌，我们来对比看看，到底它的音质破到什么程度？它可能是喇叭坏了啦，我想。就是会破声。这个是新手机的外放功能测试，你们看听听看的差别。它反正上下都有喇叭，上下都有。不会破音。会差很多。谢谢你的收看，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